130公里了，危险！这样的速度过弯非常危险。最后一个弯了，我看你怎么赢。别担心，去终点等我。幸运之神啊，虽然我这辈子的好运少得可怜，但是我可以用所有的幸运来跟你交换。请你让奇迹出现，让天启平安回来。看起来很紧张。我很害怕，我怕你出事。我爸妈就是出车祸死掉的，你可能会因为我而丧命的。发夹弯在平常就夺走驾驶人的性命，更何况是赛车。那个发哥一定会千方百计的让你撞车。车神舒马克曾经说过，他不知道每一次出赛是否能活得回来。在赛车场上，每一个赛车手都有他幸运女神的眷顾。你愿意当我的幸运女神吗？不，我是扫把星，你不要对我好。所有对我好的人，下场都很凄惨。我爸跟我妈出车祸的原因，就是为了帮我买生日蛋糕。可不可能有例外？我想当那个例外的人。我真的。可以当你的幸运女神吗？Lucky Star， 给我个幸运之吻吧。神啊！请你保佑天启，让他平安抵达终点。今天的比赛从这里出发，经过三连法夹弯到终点，先到的赢。现在已经封山，两件道都可以走，规则跟以前一样，不慎掉落山谷或发生任何意外导致死亡的一方，不得向对方要求任何赔偿。给我个幸运之吻吧。
弯道最狭窄，除非小米子有翅膀，否则他在这个弯道绝对超越不了八哥。我看是没什么希望了，大家把钱准备好啊，交两倍的保护费吧。走了走了，上车了，走吧走吧，回去了回去。哎，Lucky Star， 给我个幸运之吻吧。我不想看你一直骗人，你的人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。答应我一件事，如果赢了，你必须答应我从此不再说谎，别再当放羊的阿星，就算是我帮你这个忙的回报吧。如果你平安回来，我就答应你不再说谎。你这不是在骗我吧？别担心，去终点等我。幸运之神啊，虽然我这辈子的好运少得可怜，但是我可以用所有的幸运来跟你交换。请你让奇迹出现，让天启平安回来。其实是个烂货。八哥，希望你遵守约定，从此以后放过阿星一家，再也不要收取音乐箱保护费。